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Luminar 系列教程的第一集，如何下载安装 Luminar 4和购买后激活的相关教程，同时呢会解决安装后再次加载插件和切换中文操作界面的问题。尽管 Luminar 4自带中文操作界面，但是下载和注册页面呀还是没有中文，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并不难操作。在我的博客上呢，我创建了一个专栏页面，下载链接和折扣码都放在上面了，还有一些官方送给我的 LUTs 和 LUX 的资源，我呢也都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资源呢会随时更新，欢迎大家收藏专题页面或者是关注我的这个频道。Luminar 4提供14天的免费试用期，无论是否购买都可以直接下载使用。软件的功能呢是完全开放使用的，将鼠标移动到页面最上方菜单当中的 Luminar， 选择 Download Trial 选项，也就是下载试用版，点击之后呢就会开始自动下载软件了。下载之后双击安装程序，点击 Agree 接受许可协议，最上面是选择默认的系统安装位置，界面下方呢系统会自动识别本机已经安装的后期软件，例如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现在啊 Luminar 只支持四个软件，如果没有识别呢请手动添加，之后点击 Install 安装。这一步忘记了加载也不要紧，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呢还可以重新安装插件。安装的最后一步需要填写一个有效的电子邮箱地址，填写完毕之后呢点击右侧的黄色按钮 Launch Luminar 4就可以进入软件并且使用了。第一次打开 Luminar 会显示欢迎界面，点击下面的灰色字 Skip Short Intro 就可以跳过介绍，直接进入软件开始使用了。Luminar 在第一次打开后呢显示为英文界面，进入最上方的菜单选择语言，可以选择简体中文或者是繁体中文操作界面。退出软件重新启动之后呢 Luminar 的主要操作语言呢会全部转换为中文，但是 LUTs 和 LUX 的名称仍然会显示它的原始创建语言。我建议大家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付费购买呢都建立一个账户，因为软件公司经常会送东西，没有注册的话呢是收不到的。如果决定购买 Luminar 了之后啊就要注册账户，回到官网点击右上角的 Sign In， 弹出登录界面后呢点击最下方的 Sign Up 进行账户注册。如果已经注册了，在这里呢就可以直接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了，注册之后呢就可以购买软件了，点击菜单当中的 Luminar 选择 Buy Now。 目前 Luminar 啊提供多种套餐可供选择，点击任意一个套餐下方的 Buy Now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当中呢输入 Enter Promotional Code， 输入折扣码，填写信用卡信息就购买成功了。进入用户界面之后呢找到左侧的 My Software 我的软件，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购买的软件，一个激活码呀可以同时使用在两台电脑上，点击对应软件下方的 Manage My License 选项，复制激活码粘贴到 Luminar 当中进行激活，点击菜单当中的 Luminar 4，在下拉菜单当中找到安装插件选项，点击后软件会自动的寻找已安装的相关插件，点击安装就完成操作了。如果在安装的时候忘记了安装插件，或者是先有了 Luminar 之后呢才装了 Lightroom 或者是 Photoshop， 可以在软件内重新安装，只有将 Luminar 安装为插件之后呢才可以实现在不同的后期软件之间自由切换的操作。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 后期系列教程，我是 Eddy。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我的微信和博客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